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来，我们继续完善这个图书管理系统，对吧？其中的一个模块。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呢就开始进入这个图书这个目录，咱们从添加开始学习，对不对？嗯。但是添加、修改和这个列表是不是都需要一个界面啊？嗯。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头先完善一下，头和尾。那我们正常写一个，是不是得有 HTML 开始啊？嗯。然后 HEADR。是的。对，斜杠 HEADR。然后标题，这里边写着图书管理模块，这是一个标题，对不对？然后我们来 body 体写开始就可以了，来个 H1 写上一个标题图书管理，然后我们是不是得需要一个菜单啊？对，对不对 ？AHIF， 有几项，比如说添加图书，对，添加图书，然后这块是图书列表，图书列表，然后我们在这块有一个。修改图书，应该是搜索图书，修改是在列表里边的，搜索图书，有这么三个菜单，对吧？然后呢，我们有这三个菜单呢，最好我们在上边把全局的，因为所有的这些列表也好，添加也好，或者是修改也好，都需要这个界面，对不对？嗯，都需要这个界面呢，我们就把前面的配置包含进来。include 包含一下什么 unfig 点什么 inc 点 php， 但是这个配置文件在哪个目录呢？是不是在它的上一级目录啊？上一级目录下的，是不是这个？再包含数据库连接文件，那每一个我们都不用连接了。include 包含 db 点 config， db 点 inc 点 php， 把这两个文件包含进来，但是这两个文件呢都在上一级目录下，是不是可以啊？然后头文件写完了，我们还需要什么？还需要有 footer 尾文件，对不对？就是页脚文件。页脚文件呢，就是斜杠 body 斜杠 html， 跟什么？跟我们这个头文件是不是对应的？对，对不对？然后我们添加列表这个位置，我们只需要在这写上用 h2 号标题 h3 号标题吧，斜杠 h3。然后这边写上添加图书，对吧？但是添加图书上边我们必须用什么？这块 include 包含什么 HEADR 当前目录叫 header 点 php， 对不对？然后我们 include 包含 footr 点 php， 中间我们就写添加的表单，对不对？嗯，在写添加表单的时候呢，我们先运行一下它。localhost 下边有一个book， 是不是这个？我 add 点 php 看一下。哦，看这下边 book 啊，没有 s。这里边我们看一下添加点 php， 这几个最好是。在头部分菜单别让它有画行，对不对？让它显示在一行，那我们需要把这个 br 去掉，这个 br 去掉，我们再来运行一下。好，图书管理系统，添加图书，修改图书，搜索图书，对不对？然后添加图书下边写表单，当然了，外观你可以规划的很漂亮，只要用样 css 参与进来就
就可以让界面很漂亮。咱们主要注重的是 PHP 程序，对不对？嗯。界面我就不给大家优化了。然后添加图书这里边我们需要有什么呢？图书名。对，图书的一个表单 form action， 我就让它提交给自己 add 点 PHP， 可不可以啊？可以。本身是不是就这个处理在这里处理就行了？嗯。斜杠 form， 然后方法我们叫做 post， 行不行？方法 post， 然后其他的咱们就先不写了，在这里边分别写上图书名称，是出版社，嗯，出版社，作者需要录入的，还有呢，价格，时间，还有。时间用系统自动时间就行，还有什么图片上传，图片图书的图片，对不对？然后还有如果有多张图片的话，咱们还得设计一张表，咱们就先用一张图片临时的做一下。还有什么描述，对，描述这么几个字段，对不对？然后我们分别写上图书名称是 input 类型等于 test， 然后呢名字等于叫做 book name， 书名归入值等于空，可以吧？嗯。换个行，然后出版社也是 input 类型等于 TST， 名字等于出版社是 PUBLISHER， 然后归入值空，然后 BR， 然后作者input 类型等于 a 也是 test name 等于 author， 归入值等于空，然后价格同样是这个 price， 归入值等于空，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图片的描述 input 类型等于应该 file 对吧？ name 等于图片 PIC， 归入值等于空，然后描述就是 TSTARE 对吧？小 s 列让它占40列， RWS 行比如说占5行， name 是描述那个词 BETAIR 是吧？然后斜杠TSTARE， 然后换一行，下边写一个添加的按钮 ，input 类型等于 SUBMIT， 名字等于叫做 do SUBMIT， 对吧？归入值等于，是添加就可以了。第二，我们看一下表单写没写完，只要刷新一下，这不就可以了？咱那个图片上传后做，先不做这个图片上传。这样的话，一个界面我们是不是有了？这个界面是不是提交给自己啊？那为了咱们说找添加就在一个文件找到，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里边，用户如果一有提交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在这块去处理？如果 add set 判断谁呢？到了下划线 post 用户名里边有个 doos。Submit 表单提交有这个过来，说明用户是不是提交了？嗯。用户提交了，我们是不是就把数据加到数据库里，是不是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做一个 SQL 等于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插入到哪个里边去呢？是 books 这个表，对不对？然后分别插入 ID 是中的，不用插入 book name。然后呢 PUBLISHER， 然后有个 AUTHOR， 还有 PICE， 还有图片 PIC name， 图片名这里边就叫做图片名吧， PIC name 行吧，就叫 PIC， 里边保存就叫 PIC， 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DETAL 描述，再有一个 PTime， 对不对？时间，然后 value 一共有几个，咱们就加几个单引号，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是不是一共七项啊？嗯。然后呢，表单传过来的分别在这里边。当然了，如果我们想安全一些，表单传过来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得怎么办呢？啊，传过来的表单传过来的所有的内容，我们最好都得过滤，好吧？这里边我们暂时就先不做了。dollar 下划线 post 里边传过来的，有什么呢？book name dollar 下划线 post。里边我们传过来了，有出版社 publisher。当然了，添加的时候我们最好也有过滤，对不对？嗯。就是比如说验证哪个为空啊？不为空。对，都不可以。但是这个我们先快速把功能写完，对不对？看有时间我们再加那个 post 里边，price 价钱，然后到了下划线 post 里边，价钱完了是。这是图片对不对？图片我们先空着，先空着，因为我们还没上传图片呢，对不对？那然后我们再是 post 里边，我们再来加一个什么 detail， 然后时间我们可不可以用当前的 time， 是不是就可以加进来？这只是写完了一个什么思考语句，对不对？对，我们可以在这块输出一下这个思考语句，添加的时候，当然这个上线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得把它关闭掉啊，对不对？ debug output 输出思考，前面在 debug， 后边我们可以把它删掉，然后我们是不是执行这个思考语句？ my secure 下划线 query 执行一下思考，对吧？这样的话我们返回来的一个结果我们就得判断一下，如果 dollar for reset 对它是结果集成功，那并且什么呢？那假如是这个如果为真，说明 SQL 语句没问题，对不对？数据验行成不成功呢？用 MySQL 下划线 AFF EC Rows，如果结果集对不对？如果影响行数怎么的大于零，那我们证明是不是成功啊？输出添加数据成功，对吧？否则的话，我们输出添加失败，是不是啊？然后有数据库连接，是不是也得关闭啊？那每一个防止自己漏写关闭，最好把关闭写到哪儿去啊？结尾。对 ，filter， 因为每个都包含这文件，这文件后边我们就要关闭数据库，是不是行了？MySQL 下划线 CLOSE， 关闭数据资源，对不对？对。好，咱们看一下添加这个过程好不好用？刷新一下，现在第五行。第五行include 点 php 后边我们没有加分号，因为是最后一行，我们疑问号进可加可不加，对不对？好，在这里边我们现在开始添加一下，比如说图书名称，假如叫做细说 php， 对吧？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是，然后作者，价格，然后图片咱们先不写，对不对？这是一本好书，对吧？然后添加，我们添加成功应该有提示啊。我们先看一下这里边有没有，是提示错了，没有添加进来。思考语句输出了吗？电表的时候是都不能。不对，关键这思考语句都没有输出，看到了吗？说明没有输出，这个部分没进来，对不对？
do submit add do submit submit， 你看写错一个字母是不是就没进来啊？然后我们再重新加一个，出版社，作者，价钱，好，我们添加一下。这个看一下上边 insert into 这个出版社西周 PP 电子公共出版社四个语句没问题对不对？嗯。然后这块添加失败。是不是咱们建表的时候应该都不为空项吧？如果没上传。不，咱们插的是一个空字符串，给空的话它是自动增长的。我先把这个空项先去掉，因为新版本不支持这种空项，对吧？因为图片我是还没上传的，对不对？对。或者我现在留在这，省着后期写的时候，我先随便写几个字符，对不对？嗯。就是 PIC name 图片名。嗯。再刷新一下。行参数一个啊，丢失资源这个。啊，这块多了一个参数。MySQL 好，添加数据成功，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添加数据成功有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四个语句是不是去掉了？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库里边的记录加不加成功呢？这里边的格式是问号，不要紧，对吧？刚才我们刷新几次其实是成功了，只不过这个参数提示我们，对不对？添加数据失败，因为这条语句是不是已经执行了？对，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插入了三条记录，看到了吗？嗯。这个问号大家不要去考虑，为什么不要考虑呢？因为这是本身字符集存储的，这里边存的什么？是 GPK 来定义，对不对？嗯。咱们是 UTF-8， 所以存的是有问题的。让它取出的时候，如果按GB132取，一会儿咱查数据的时候看看，如果有问题的话，咱们再说，清楚吧？那咱再试一下，加另外一条记录，再看一下。书名，比如说 AA 出版社 BB 作者 CCC 对不对？价格111，图片咱们先不管。平时做实验的时候，大家要用什么？用英文这样的数据做实验，看到了吗？好一些，不要管这怎么存储，只要显示正常就可以。好，时间关系呢，这节课咱们就做了一个模块管理，什么？添加。那下节课呢，咱们继续完善。好，这节课就到这里，再见。拜拜。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总结能力非常差，胡乱学习，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为此，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为你答疑解惑。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出来一个高大威武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点击关注我就会天天骚扰你。